我先前有写一本类似日记的啊，但它不是日记啊，用六门识字来写的，这个是叫做六门观察事件簿，就是我观察的一些事件，那不一定是日记啊，有时候想到一些事情，把它记录在上面啊，然后里面写的日期是六门识字，自己的时间啊。A.P.P. 的时间有，然后有时候是回忆以前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手机上面可以回到以前的时间，看六门识字是什么日期嘛？啊，那我上面就有点像是日记的，因为我每一次记载一段事件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些时间码嘛，啊，就是六门识字在的那个时间啊，那个。这个是以前我就前一阵子哈、啊，像去年吧，写的那个事件簿哈、啊，就是一个事件都要记录下来，一个事件记录下来，类似这样子的哈、啊。那我现在又准备写另外一本书，我这个书基本上就是一种，也可以把它看成书了，其实它也不是书了哈、啊，但这个可能可以变成一本书的啊。这个就是我准备。讲六门监狱刑上名录，这个监狱是什么意思哈、啊？监 是鉴别，这个狱是以前的皇宫的那个后花园啊，御花园的意思啊。那个监狱也有点像禁院了、啊，就是皇宫的御花园，一般的人不可以进去的啊，人不可以去逛皇帝的花园啊。那我这个监狱就是鉴别，监狱刑上就是刑上的能力哈，就是那个禁院刑上的能力，然后名录是名单哈，我要把那些那个他培植出来的那个科学家的来历，从就是我前面讲的哈，那个五都门灭门战役的那个。后面培养出那个欧洲文明的那个他们的科学家啊，包含他们的始祖，从那个毕达哥拉斯开始，你是怎么来的？通通把它做形上结构啊，你的学问是什么？是什么方法来培植你的？你都是嫁接的嘛，但嫁接的东西并不能说它没有价值哈。嫁接的东西也有它的价值存在，因为他毕竟努力过。我前面讲过了嘛，你要造一个高仿的那个画，你也得有自己的功力哦，哦，你也得要学过哦，哦，你也要有哦，啊、哦，然后更何况你可能要用他的那个笔迹去演绎他，那你还要再加一点自己新的东西进去啊。所以，但是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我讲过，我可以做形上鉴别嘛。那既然就要做形上鉴别，就把这些人的名单通通加进去啊。重点，尤其是哥白尼以后的那些人啊，一直到现在的啊，大概量子力的克卜勒以后，不是普朗克的量子力以后，爱因斯坦到普朗克以后，大概就没有什么值得形上。监狱刑上了，顶多加个图灵啊，加个图灵。我前面也讲过这个，那个一个个把它研究，你是怎么被嫁接的？你的东西是什么？就好像那个杀手死亡簿，为什么叫名录？就像杀手的死亡簿一样，列出来一个个干掉，啪啪名单。这个杀手不是有个死亡簿，你要干掉哪一些人哈？所以我在写那个《黄道无间》第三部的时候，我就有提过那个，我就有把五毒门的名单列出来嘛，啊，要灭亡五毒门这五个，按照顺序，然后这五个底下都会有一些什么，他的行上能力列出来，老大行上什么，老二、老三、老四、老五，他的行上能力是什么，之间是什么关系啊？列出来之后，一个个干嘛，一个。那个，所以他要用不同的招数嘛，就是要破坏你的形上的力量嘛，破坏你的那个
你的东西，你慢慢就文明就会在遭到致命打击就 game over 了，就瓦解啊，类似这样子。所以要那第六我们要反向啊，分析你敌人的这个形上圈啊，你的形上圈，这是一个为什么？所以这个字用的刚刚好，那个玉字就是类似，它就像是皇宫后花园一样啊，它是个禁院，因为那形上区域嘛。要闯进那个结界，一个一个看看清楚，分析你的敌，你的结构是什么，要怎么样来破坏，也不是破坏了，拆穿你，就像那鉴别一样。但是你鉴别就像鉴别枪，以前我讲过我的那个古董老师，他鉴别一些高仿的东西哈，他也会要收的啊，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比方说明朝仿宋朝的那个古董，它本身有价值了，明仿宋的，然后有一些是民国仿清、明清的啊，就是高或者是现代人仿，但是他的笔法很好他的那个仿很像，那也有价值。它本高仿本身也有价值，所以它这个虽然里面列的都是近代的所有你们那个文明圈的所有科学家、形上科学家，单位对单位，整体对整体嘛。那我单位就对单位，甲级能力单位的人对单位，这个把你分析出来之后，就知道要怎么抵御你由他们延伸的那些招数。老鼠，所以这真的就像杀手死亡簿，一个个干掉。因为你每一个你都要了解，那他是怎么来的，你要鉴别出来，而不是说你去捧他的学问啊，然后你是，哦，他的学问是什么，你把它学起来，不只是要超过你，超过你才能鉴别你啊，而且还要有历史观，有科学观哦。所以你说这不是甲级能力才能做得到吗？所以我现在发现，我写的那个著作纲类别很多吧，写在扇子上面了，自己的著作也列了一个名册了但是这些东西有一些是底下又可以分支好几个书目出来，它本身就可以延伸一些书，但这些书，所以我说。可以制造10个爱因斯坦跟20个牛顿，或者是几十个达尔文，这个量产我前一集讲的哈，六门宏观前一集讲的，那不是讲假话啊，那真的有，但里面很多是票就不讲。然后有人问我那个《黄大无间山》什么时候出哈？你看以前的小说家，就拿那个蒲松龄来讲好了，他的那个《聊斋志异》哈。他那个《聊斋》，他写了一辈子，而且记录上说他到死前都还认真的在写，在不断删改。当然你要考虑他的年、他的时代，他的讯息来得没那么快，他书写工具还是得用手我们是现在是用打字的但是你可以看他一辈子专注把一本书写好，现代人有电脑，我看有些人也是一辈子只能写一本，真的，甚至一本都没有的学者哦，还不是一般人哦，一本都没有的，只写一个那个什么博士论文，然后还是抄袭，还抄袭剪贴改一改的那一种，还要有一个板模，不然他不会写我见过这种博士很多假的博士很多假货。那个假的博士还分两种哦，一种是他博士学，就像蔡英文这种，是那个博士本身就假的；另外一种是什么买的野鸡大学博士那个有人问我要不要买，我以前10年前我说不要啊，买那干什么？还被你骗，然后过去听一两堂课，都那边胡说八道。他说欧洲大学，我还记得哦。欧洲大学哦，好大，欧盟授权的大学，然后就是一个那个我们客家人，
代理的，他是在观音还哪里的客家人，我记得，那个姓范的，我还记得。然后那个他，我要去听他一堂课，就那边胡说八道，然后底下互相交朋友，互相牵线，让你去什么，去谈生意啊，帮你互相吹捧这种，这个就是第二层假博士啊，假博士。那你看，然后所以有人回到刚才，有人问我说：“你那个完了，《无间三》什么时候赶快出？哈，你可以出删减版，既然要出删减版，我说不要这样，不要那么急了。我已经是2年就写完《黄道无间三》了哈，因为你看《黄道无间》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这种小说，我都是2、3年的时间写完。我后来算了一下时间啊，《黄道无间二》写的久一点。”写的久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还在公司的事情嘛，啊，也不是全心投入啊。那2年写完，这超快了哈，跟我刚才讲的蒲松龄一辈子这样写的哈，因为他一直考科举没考上嘛，啊，没事就写那个，然后教书啊，他也有工作啊，要教书。那清朝的人，但是我说这个比例，我已经比他们快到不知道多少倍了哈，效率上不知道多少倍了。不要太草率。如果你太量产的话，哈，就草率。我说还是要沉淀一下，毕竟是著作，我写的著作要对它负责任啊，要对它负责任。因为我觉得《黄道无间》一跟二都有一点模糊粗糙了，有嫌粗糙。《黄道无间二》我就修饰过一些了，时间了哈，但还是嫌粗糙啊，所以我说三不要那么快，虽然它等级更高。那要慢慢的磨，用砂纸磨，打蜡，好货啊，不能够那么草率啊，对不对？所以要沉淀一下。所以我现在几乎是真的是可以量产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哈。那个这个我准备要列的这种行上名录，整个把它解构完，这个是可以给一些人的啊，给一些人的这个。就是杀手死亡簿嘛，要干掉你呀、啊！你那个让你不能浪得虚名呐、啊，尤其你那哥白尼，你是怎么来的？你那个古埃及人就有什么什么什么，我就把你列上去啊！那个克卜勒肯定是得了什么暗示，你的传记到你的学论我都要知道，看过一遍，就用那个鉴别古董的方式。你这个东西假在哪里？你这个都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不是说你假东西没价值，我讲过哈，假东西也是有价值的哈。但是你是模仿谁的？啊，你那个是这个笔法是从哪里来的？啊，拼接过来的。然后，但你自己的努力的地方在哪里？我都会立上去。一直到爱因斯坦，一直到那个他们的有些量子理论，要做鉴别啊。那鉴别的深不深入，有没有完全命中红心，那另当别论啊。就像他的杀手死亡簿，也不是每一个都他都能够完美的把任务完成，把他干掉啊，也是会，有不对的地方，靠运气把他打死的也有。但是这个是我是会这么做的，再告诉你，以后鉴别形上要怎么鉴别。行，鉴别行，因为鉴别形下太多了，但鉴别形下的东西门类就很多了。鉴别形下虽然比较简单，但它门类很多哈。鉴别古董算是最难的一个，但也有一些像一些鉴别一些什么邮票的啦啊，那都是小玩意儿了。有一些鉴别一些什么钟表的。鉴别钻石、宝石的，宝石那不是古董，就是采矿的那种宝石的。那鉴别形下的很多，但是就已经叫老师。但是鉴别形上我几乎没有一个都看不到，一个都没有。除了我之前在讲那个帝国毁灭那个影片的时候，我认为里面有这个人，有这种人啊，犹太小鬼有这种人。才会玩到那种情况啊！到最后，你看现在是反过来把欧洲和美国给控制住啊，
红蜘蛛，那就是有，一定有这种人，然后才能够嫁接这么多很奇怪的科学系统然后也才会有那种票会一下子很多，最后突然又没有了，突然又搞不出来的这种奇怪的状况那就是他的那个你嫁接始终是嫁接，你一定要有现成的材料嘛。那现成材料枯竭的时候，你就没有了嘛，就这么简单。那就可以反向把你过去的这些新的东西把你弄出来，弄出来。所以光是这一本你鉴别形上的这种能力鉴别学鉴别这种形上能力，你就基本没有其他人写有这个写过了，也没有人有这个功力了至少我看到的没有，因为。都大家都看到的都是直接能够感官感受得到，去研究它，去破它。这种高段的人有很多都见过因为这是学有专精嘛。因为那这叫专，你可以破形下，对不对？但是你要破形上，你要博，不止专，还要博大。然后这个博大当中，至少大部分的项目，你都要。一下看到你不一定是砖啊，不一定是金，但你至少要一下看到底啊，最底层的极限你要看到，你才有办法鉴别它那它是砖的就像生物学的那个达尔文，我至少要鉴别到你的那个东西，你结构是什么，画出来嘛不能够三两句就这样批评它嘛，一定要把它的什么你的著作基本是走什么路讲什么，就像我前面讲那个弗洛伊德也是其中一个。之后我还讲福尔摩斯我忘了，下一次有空我再讲福尔摩斯。他是学宋词的，福尔摩斯啊，学宋词的，宋词知道了大宋提刑官的有拍这部片，那他有好几个那个案件所以我才在模拟另外一本著作叫《鬼手伪案集》你那福尔摩斯走的那个。那个形上路你那是虚拟的啦，就是柯南道尔写的嘛，不人不是福尔摩斯不是真人他是柯南道尔写福尔摩斯这你们很多知道，然后结果日本搞了一个卡通就名侦探柯南嘛，对不对？他的原型基本就是宋词，然后他你就可以知道他就在打听中国的事。因为可能也是有人给他板模，后来他就写的这个名侦探，就是他参考就是宋词的科学鉴别案件。因为那个他不符合他的环境，那个时候你可以回去看当时的欧洲之前的传统都是宗教法庭，然后即便是在当时英国的那个时候的状况，已经有一些法官了就是比较。法理性的法官，那也没有讲证据都全凭猜想，道听途说，然后是有法条了，按照法条在那边在弄的，你没有去深入去了解那个案件的事情把案件当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别，就是叫科学鉴别。那有人给他这个板模那给他这个板模，他就写的那个名侦探。就是福尔摩斯这本书，那福尔摩斯这本书后来出版之后，在英国就很红了，就红了，就红了。那红了之后，就影响到那个追案子跟审案子的都有影响到那原型就是宋词它就是从中国的东西来嘛，你一定是从古文明来的嘛，连福尔摩斯都是更不要说后面还有个他们的小说家，我也会鉴别，像那个写那个什么《魔戒》的，你看过我《黄道无间》第二部的人，你应该知道《魔戒》，我说他们是玩假的嘛，那个游戏我们是玩真的。为什么他会让《魔戒》的那个人是二战时期的人写《魔戒》的那个人，名字我一时忘掉，我查一下我《黄道无间》有提过就是托尔金J.R.R. 托尔金那托尔金写的这个奇幻史诗的这本《魔戒》三部曲，那个
我把它类比，我说你们只是写小说哈，我们是玩真的。那你他是二战时期的人哈，他出版日期是他是二战时期写，然后但出版日期1954年以及1955年啊，二战后出版的。他在这里已经很多年积淀很多年去写的，他很用心去写啊。那里面就有单独的一个纪元，但这个《魔戒》这个后来拍成电影了哈，在我记得是2000年和1999年那时候最红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哈，那时候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还记得，那这个《魔戒》它其实就是把你绝对看不懂，它也是从五都门来的哦，而且这本书有问题哈。为什么我在写《黄道无间》第二部的时候，开头会提这个？因为《黄道无间》明明是宏观整个中国历史，宏观整个中国历史哈。第二部《黄道无间二》，他为什么会提到他？他就是把你中国历史拉远看哈。然后里面几个关键要素物件就不看人，因为人数就很多了，甚至有很多的民族哈。他这边把民族把它定成各种什么半兽人啊、精灵、人类哈这种，他是自己去重新划分过。但里面的魔戒就是在讲什么，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在他叫中土大陆，就在讲那个传国玉玺的事情啊。他在模拟你中国历史，然后看里面能不能找到什么弱点啊。他。那个里面还有个那个双城奇谋啊，这我之后在那个书上我再讲了，我不漏啊，我暂时先不漏了啊。然后王者再临，那里面这几个结构，我觉得也是有人暗示他啊，这个里面的内容情况怎么样不知道，可是从你的这个产品，我就是我鉴别嘛啊，我鉴别你的行善路数啊，因为你们真实的故事怎么样我。记录不会很详细的了啊，甚至他们自己都隐瞒，甚至他们自己都不以为然都有可能啊。别人暗示他，告诉他你可以往这方面写啊，那你这边写他最后就看你的产品，你自己把它给材料哈，暗示的这些材料，变成他自己全部的语言，自己重新写过之后，他别人来看你的结果嘛，那看你的结果觉得你里面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就可以回馈那些组织或者是一些单位了啊，然后当然利益也可以共享，它也会产生经济价值啊。那重点可能就是想要看让一些人来模拟这个模型，这个历史模型，魔戒啊。所以我这些人的名单我都把它列出来，你是什么著作？你是什么学论？啊，你的路数在哪里？一个一个，从科学家到小说家都有，还有那个什么柯南道尔，他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刑侦办案的啊，然后受他影响也会有特殊表现的人又是谁啊？柯南道尔，因为他虽然他走的并不是科学的路数，我跟你讲，科学不是他的民族就兵分几路去嫁接嘛。虽然它只是属于人文的啊，它不是科学的，但是人文也有行善路啊，人文也有啊，所以也是值得把它切割开看，所以名单通通会列上去。但很明显有一些它就是得到启示的哈，你看那个，我觉得魔戒就有可能是我怀疑哈。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版不太像中国历史，因为是其他民族的历史没有的，然后中土大陆索伦就有点像秦始皇，他统一之后那个什么，那个就打造魔戒嘛，跟秦始皇统一之后造传国玉玺就很像啊，然后传国玉玺引来后面的很多朝代的故事嘛，你看我《黄道无间》第二部就知道。那个，然后你那个魔戒就引来后面很多人的那个幻想啊，对权力的幻想。那你怎么跟传国玉玺那么像呢？这
以后像这种的人文，就算是小说家，就也要值得把它给鉴别出来哈。编辑了，这就你就知道这是甲级能力了，甲级能力。所以你再看我《黄道无间》第二部就知道了，这是其中一个而已啊。我认为有全方位的那只眼睛，就是在分析你这个文明要杀你啊。这些加加起来就，那个原本的野蛮人完全不是你对手的，可是你看嫁接这么多东西之后，他会不会变成威胁？不要说不可能啊，不要说不可能啊，所以难怪会有近代的事情，对不对？才会近代就是这些事情，他就是这把只要把形上的力量累积联合足够啊，然后拼装在现这种合理的分布，那就可以把你干掉了啊！因为你看前面几个文明的灭亡，因为记录都通通不详实，因为有些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哈。尤其在古埃及，我最近我还看了一些埃及艳后的其他的有连续剧哦，然后有一些在说连续剧的视频啊，我在看他介绍剧情，我就知道其实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啊。当时一步一步怎么到最后就这样没有了，可见。因为记录不够，但是可见里面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故事。可见当时也有布了一个那种类似一个杀阵的那种东西，也是有类似这种明路的东西，肯定有类似这种明路的东西，杀阵才有办法把你一个一个给你收束，把你干掉，这样子，不然不会是这样发生的嘛？啊，我提过嘛。所以你就是很讶异啊，连宋词都会被改造成啊，改造成它这个东西比较不好用数理三连星，因为三连星那个他们手上比较强的工具是数理的东西嘛，我讲过连微积分都有的嘛，哈，他们的那个三连星里面的，尤其是老大跟老二的那个数算的东西结构。所以他对你科学的东西可以很快把你解构掉，包含时钟，我提过很多次了啊，你的时钟，你的机械，中国的一些机械，它可以把你重新解构之后，力量就会出来，就会搞得比你还猛。那对于这种人文体质的，就用分析的，那可见还有另外一条路数，不然你怎么用虚拟的方式来搞中国的历史？你怎么会用虚拟的方式来搞中国的那种刑侦？那就是那个宋词的那个断案，科学断案，甚至自己制作那种工道具。所以你可以看他们以前有一些他们是叫非主流科学家，他们还有一些非主流的哈，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主流，有名单名字上有一些是名不见经传的非主流，但是他们后来发现有一些他们也有一些。类似这种制作工具的，自己制作工具的，啊，纯粹是或者是一个文件，一本书，但是这个书作者甚至他们自己也找不到，但他自己属于类似一种工具书，就像宋词断案的时候他用的一些工具一样啊，或者一些文件一样，那你就知道他对你的人文也在模拟啊，现在要反向来破你，换我来鉴别你。虽然说你已经衰弱了，但是还是有价值。虽然你后面已经快没招了，快抵挡光了。那所以你看，如果我这个东西如果提前个几百年出现哈，后面就有中国有一长段的历史，不必那么应付的那么辛苦了，你损失不用那么惨重。损失蛮惨重的，我讲的不是人命而已哈，是各种状况不会这么糟，不必要用那么大的力气，损失这么多来达到同一个目标啊，关键就是这几个心上点而已。你不要看那个模拟你的历史没什么了不得哈，因为你说历史反正是文字摆在那边，想要去研究的人都研究出来哈。他把你模拟出来，虽然他没有办法用数字把它结构化，我讲过，但他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模拟，
变成一种虚拟化的一种东西，它就可以排兵布阵了。你下一个阶段历史可能会往哪里走？这种傀儡系统可能它自己就判别出来啊，不必问神了，不必问他的那个神他们可能基本就大概判别得出你历史可能会怎么样，那他就可以暗示历史学家了啊，让他去公布都可能啊，他这就是一个分工合作的组织哈。不然的话，怎么会出现这么很诡异的东西？这种很诡异的书，在我看来，那个《魔戒》就是很诡异的书就是我刚才提的啊。然后那个福尔摩斯也是，后面还有很多我会慢慢把那个名单都弄列出来，一个个把它破光光，破光光。那你们有想到一些类似这种名单的人，让我去鉴别，你就写在那个留言区啊，因为我不一定每一个都想到，因为我能想到大概就是那一群人，也有可能是那么漏网之鱼，你应该要列在名单上面的，没有列，要补上，这叫要把它当做一个杀手死亡簿来看，这个。列上那个这个该有的一些名单啊。